关进去的。今天来这里吃了，我们刚刚啊看完烟火，那个烟火节人超多，我们光出来就人爆炸。明明一分钟可以走完的路，花了十几分钟。没有哎，我觉得马上有花到快二十分钟，超里面超热。没有，第一今年第一次嘛，所以我觉得他管是问题，谢谢。这家我超爱吃的凉拌羊肚，这边凉拌羊肚真的很好吃。哇，它的姜丝，你看哦，牛肚，然后它的羊那个羊肉炒面必点，但它羊肉炒面变多，物价都在涨。以前好像八九十吧，现在一百二。差这么多，嗯，好好喝。然后就是铜宝羊肉，我喜欢吃这间，是因为它就是我自己本身是不吃羊肉的，然后第一次吃到这间惊为天人，因为我觉得它的羊稍微重，很像在吃牛肉的感觉。其实有两派，有一派就是喜欢羊味重。挡住你的画面，对不对？好，都可以，都可以，都可以。以后都让你讲。你刚去看烟火，漂亮吗？漂亮，漂亮哦。有没有？而且我们去看那个位置，我觉得只要挤进去，其实都还蛮。挤进去是很容易的，出来比较难。天哪！出来真的很难走出来。我就觉得以后如果不赶时间的话，出来的话就等人潮散去之后再出来就好。坐在那边吹吹风。但是那个烟火节，大稻埕烟火节真的可以吃，因为我觉得它放的比那个。跨年101还要漂亮，还要近，而且今天没有风啊！你看每次我们去跨年的时候，是不是它的风向啊？我看烟都比较多，没有看到火。但我觉得不能这样比啦，因为101是距离比较远，然后呢，风就因为冬天嘛。风又比较大，可是他蛮有诚意的哦，他放了300秒，五分钟。你真的很前卫。要最大的。这样看分量是蛮少的。可以再加一碗白饭啊。该需要。而且话，我该有白板。但他牛肉炒，他羊肉炒面真的很好吃。我觉得不错，我喜欢吃这些。本来今天是看完之后呢，想说去，谢谢，去宁夏夜市。但我发现人潮全部都去宁夏夜市，哦，很可怕。今天星期三啊，就是他每个烟火啊都是星期三放。哇，星期三的那个宁夏夜市像假日，我觉得比假日多。因为路上我走，从里面走出来的时候，就听到很多人讲说。等一下要去吃什么？所以啊，如果不想要人挤人的话呢，我们自己是骑 U 拜，然后就是停在那个大稻埕的附近，然后走进去，看完之后，我们再骑 U 拜过来民权西路这边下港爷这边，然后吃这个羊肉料，然后就很舒服啊，人又不多，
就如果不想要挤的话，不然到那边又很挤，肚子又很饿，然后又很热，嗯，然后你逛真的很热，你逛夜市的时候呢，又继续挤，又继续热这样。不用看了，那是你没有。关你屁事啊！然后来这边，来这边可以吹冷气，舒服。嗯。刚刚我女儿问我说要去哪的时候，我说我先带你去吹冷气。她说好。太巧了啊！它这有凉拌，这有分大小辣吗？怎么了吗？我以为我在吃辣很厉害。它好吃是因为它里面有葱、有羊肚、有姜丝，我觉得很好吃。这些东西我都觉得都是那种看不出来的。很好玩啊！不会穿。不是，我觉得很开胃。那个时候就是因为我要用什么刀片，所以要找羊肉的，而且不怕热的，这里有那个羊肉炉。可以推荐的，对，推荐这个明天西路的虾饼店串来了，他直接帮你就是把签子拿掉。爽爽也在吃那个羊肉串，好吃吗？他吃那个羊肉串配白饭，那酱甜，他的酱甜甜的，然后所以他的那个羊稍微也不会太重，小朋友是可以吃的。对不对？好水。那羊肉串跟羊排都会烤的比较久一点点，这样子。那甜酱。OK， 还有甜酱。这真的要配白饭，等一下好不好？好下饭哦。水会不会喝太多？你要吃大口给大家看哦。哇！好不好？好啦，现在要说拜拜喽。拜拜。拜拜。